我有去登记就是有选，没有登记就是没选，不要紧张。对不对？很紧张。活该，活该，活该。Which choice 是谁呢？美国当然比较喜欢蔡英文，中国比较喜欢韩国瑜。现在晚上不要看 call in 节目，容易信啊。看我的节目还可以。我相信你见过我上课以后，今天头脑清楚很多。韩国瑜都是卖对还卖错？那个不是你去那里卖有用，那个是技术。你技术好，他就会买；技术不好，就又不要签成 M O U 啊，不好。我等一下，摄影机关掉再跟你讲。